洪水泛滥，仲夏噩梦，丘陵被淹没，好不容易走出了伤痛，国家无力防止悲剧，不长只推脱，加深了忧郁水的隔阂，军人无得检讨自身，应说到做到，自我要求问题自然少，真心诚意相互同理，查清症结出明白说，否则天理难逃。共一是奔过高距离，心是沟通延续，自私作恶的人被唾弃，在因被虐的冤屈，人人都打抱不平，心上石头就能落地。就能落地。